近日，某周刊继续追踪张艺谋超生事件，并曝光了张艺谋与妻子陈婷的出游照。陈婷面孔圆润，眉开眼笑，被张艺谋甜蜜地搂在怀里，尽显恩爱。昨晚，张艺谋剧组的一位人士向媒体披露，否认该照片的真实性。我们和张艺谋一起工作这么久，我可以负责地说，某媒体报道的张艺谋与陈婷的泰坦尼克号式的亲密照片是通过电脑 PS 合成的造假照片，因为张艺谋的手并没有照片上胖。我们剧组与张艺谋天天接触，张艺谋看剧本指挥拍摄时，我们都亲眼看见过张艺谋的手。随后记者联系了几位权威摄影专家，他们都认为从照片的光源及像素数据分析，张艺谋的这张合影照片是通过电脑 PS 合成制作的照片。同时有记者从无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获悉，媒体曝光张艺谋涉嫌超生一事后，引起该委高度重视，他们千方百计联系张艺谋和陈婷，并派出工作小组赶赴北京去找张艺谋，但没有找着。负责人称，相关超生涉事人上报收入后，才能根据违法生育的相关情况来确定具体的罚款金额，所以网上所传的数据其实并不准确，只有跟张艺谋和陈婷联系到了以后才能确定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